这个就是十字金刚杵。很多人啊，他们的这个金刚杵，他们喜欢金刚杵简单，有些人喜欢十字金刚杵，一个就逃一个劫，一个就逃一个劫，一个就逃一个劫。可能有人说，哎呀，我出国什么什么可以买，但是加持开光，你就很就看你的运气了。在我们这里买的东西都是有开光加持的，完全可以不用去顾虑到加持的东西，唔免惊免烦恼啊，唔免惊免烦恼。这个十字金刚杵呢，招来十方贵人、十方财啊。那么这个金刚杵呢，招天地之财，就天地之财以唯你独尊啊。那么这个是十方之财，十方之财，十方加天地，那就更不得了了。十方加天地，十方再加天地，哦哟，那就真的是不得了了，是不是？然后还有呢，就是十方小人，除十方小人，除十方这些是非，看到吗？这都是手工啊，都是手工。